只任人摆布的兔子，可以坐下，也可以躺下。真的，你没看错，这只小兔子就像是被点了穴道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就算大脚丫被主人搔痒，也没有任何反应，甚至把它整身往后仰，来个四脚朝天，它也乖乖就范。再把它坐起来也没问题哦。瞧瞧这只可爱的小兔子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身上穿。